为什么要还要额外花钱买？因为学校不会给你啊，学校只会给你那个资料夹。特写他资料夹，他就是一个纸的夹子，因为他已经就是很容易就折到。哎、欸，看看他根本也没折得很好啊。对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。所以呢，你要用这种皮质的，你就必须要买，花钱购买啊，一个是800卢布。我们刚才上阿松看，就是他的那个购，就是有点是台湾虾皮，然后就都没有卖，所以没办法，没有这个字的，我们必须去学校亲自买。好的，我刚才在。新校区Macross，然后买了这三个都是最后的库存，最后蓝色的跟红色的，酒红色。然后呢，首先第一件事是我问贩卖人员说，就是你拿什么颜色的金凤跟 pop 卡的颜色一定要一样吗？他们就说没，不一定，就是只要好看就好。这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其实给我最后蓝色是很脏的，非常脏，就上面都是灰尘、然后红色的有包，这个是新的，然后这个没事，但是这个呢是它最后一个，然后它是没办法合起来的，但它是还是可以用吧，它就是没办法合起来，来比较一下差异，是一个可以合起来，然后一个没办法合起来。就是我少了最后的库存，然后它是那家店还剩下红色，但是红色的是更浅，颜色更浅的，有点就是这个托盘的红色，这个椅子的红色，所以就不要。然后我们刚才到了法学院，隔壁的法学院问，然后法学院只剩下一个这个，因为这里还破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第三家。对，我们的寻找 Diplom 的壳之旅。哇，我们这个壳真的是光找个壳也这么难。对，然后那位先生说：“你们怎么这么晚来？其他人都已经先买走了。”大家换壳线是吗？所以他们就是在入学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毕业的情况下，已经买了这个壳。他们可能刚刚注册的时候就赶快冲去影音部购买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念几年才能毕业。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毕业的话，就已经先购买了这个 diploma 的课，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diploma。我们现在在法学院的沙漏玩呀，学生餐厅，我点了一个拿破仑吃，一开始吃第一口觉得还不错，还可以，但我吃到后面越来越 sugar high， 所以我现在剩下半个，我不知道要拿它怎么办。等找 diploma 的壳之外，我也在试吃所有校区的学餐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误会了蒲公英，其实不是蒲公英，是这个树，那上面长毛。然后呢，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地板，超级恶心。来到我们校区的。Typography， 对，我们就是要买这个，跑了三家小区。我们现在在挑几捧，它这里有一箱、两箱，然后还有这边的，这边货比较齐全。对，然后它有帕克萨奇下这个，还有这个新的款，
它有一些纹路在上面，然后就是刚刚的酒红色的，然后跟这个中国红，但是他们说是粉红，对，为什么？对，这个比较轻一点。好，然后最后就是有这个。这个蓝色，好奇怪的蓝色。对，就是这里的款式非常多。对，是在老校区。还有横的，城市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横的，横的还有红色的。我觉得红色的横的很好看。嗯，它剩所剩无几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看。还好我今天有跟他出来，我刚刚看到我们指导教授了。成绩单是直的，然后证书都是横的，所以我想说可以啊，一份买成绩单，一份放解封，所以买两份我觉得合情合理。然后直的话它开起来太开心了，因为它这个比较小张，就会掉等一下那个我上字卡，好，看起来就这样子。你有成绩单吗？成绩单要不要放进来看看？对嘛？好，那我买了两个盒，然后呢，又啦，是批发商，再有两个两款蓝色的，嗯，然后两款红色的，他买了四个，对啊，帮别人买的，总共三个人吧，我自己想要多买一个颜色，嗯，好，就这样哦。他的那个什么，他的面容非常的愁容满面，印堂发黑。到第三家终于买到了，买到我们要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学餐，第三家学餐，真的太白痴。是有咖啡。哎，对了，看一下。嗯，哪里有卖东西？要坐下。哇，我不知道我们校区底下怎么这么豪华的。没有网路，但还是可以录影片。疲惫的 Viola。嘿，好累哦。我现在要准备拍那个迪普的照片，真的有不好笑。这个是地铁线配色。看这个。是谁？是那个贴纸。